包装以后，首先看一下机器的完整性，如果是在运输过程中严重变形，请立即通知我们，就不要再做其他工作了。打开包装以后呢，就这个机壳里面有一些附件，包括有一个档案袋，档案袋里面呢有咱这个随机的说明，还有一个加密锁，包括有软件的光盘、保修卡、合格证，还有一个加密锁。另外还有一个排烟的烟筒，一条数据线，一条电源线，一台水泵，一台潜水泵，一个排烟用的排风扇，下一步呢，因为在运输过程中，为了防止这个激光头到处跑，我们用几根扎带把那个激光头固定，然后呢，用剪刀把它剪断。稍暂停一下，我拿剪刀去，拿剪刀把它剪断。上面有一条，下面有一条。剪断以后呢，然后用手拉一下这个小车和大车，运行比较顺畅。没有这个阻力感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介绍一下这个机器的连接。机器的连接呢，首先我们把这个电源线，这个插头插在这个电源的这个主电源插口上面。插牢。另一条数据线呢，它是两个口。其中两个口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个口可以直接插在雕刻机的主板的插孔上面插牢，另外在这个主板的口上有一条线，这个线呢是接地用的，在安装完成以后一定要把它接在大地上。水泵的连接，水泵呢，它主要作用是给这个激光管供水用的，它上面有一个这个白色的尼龙插口，在这激光管在这个机器的后面呢有两条水管，这两条水管呢一个进水一个出水，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按照低进高出的原则，把那个口直接插到这个尼龙插嘴上，然后呢把水泵放在水里边，水呢一定要没过这个水泵，不要太少，水尽量用这个纯净水或者是用这个防冻液。下一步呢，和电脑的连接，这个数据线的另一端呢插在电脑后边的这个打印插口上面，这个电脑主板一般这个打印插口都是这个唯一的，只要能插进去就是正确的，如果插不进去那是这个口不对，插上以后把这个旋钮拧牢，下一步呢就是这个风扇的安装。排风扇呢，它主要是在这个雕刻的过程中，一个是除烟，再一个是除这个异味啊和灰尘用的，它是在这个机器的后边有三个插槽，这个排烟口，然后有三个插槽，把它放在插槽里面，可以用胶带稍微固定一下，可以拿胶带稍微固定一下。然后呢，把烟筒的一口插在这个排烟嘴上面，另一头呢，可以把它伸到窗户外或者是适合排烟的地方。这个烟筒可以拉伸的，长度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己固定。好，展现吧。好，这
些所有连接以后连接好以后呢，再按照上述的步骤检查一下水泵是不是放好，烟囱是不是放好，然后呢这个激光头是不是已经打开。如果这些都做完成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接通电源。插座插好以后呢，打开主电源，然后呢这个激光头它会回到右上角进行一下自检。停到以后呢就自检，就是说完成了，它能够准备工作，可以结束了。下边介绍一下软件的安装。光盘呢包括光驱中，然后打开光盘，光盘里边呢一共有四个文件，其中呢有一个字体文件，还有一个篆体的。然后我们安装通用模式软件，安装小主板特别版三，光谱为 X 轴，点击，然后按照提示下一步进行操作，确定安装完成。然后呢上面有一个说明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关闭掉。我们软件安装完成以后呢，它的快捷方式在桌面上为魔石激光雕刻二型版10231。在运行软件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把加密锁，打开软件之前呢，我们把这个加密锁插到电脑的 U 口上面，然后打开软件，软件初次运行呢，它会给你一个提示，其中包括有正版查询号，还有一些那个说明。然后我们点击确定，把软件关闭掉，退出，然后重新打开。就可以使用了。